是学习，请您定做到公众要求。感谢大家平安。过去宣教师伫来到台湾，将基督的福音传落来。但是宣教师来到台湾，伊最近最水的水的同时，伊有做几件，互咱即摆用历史回头来看，值得来检讨的所在，就是因这个宣教师。否定侪侪台湾人原本的文化，甲伊的价值。耶稣介绍予咱，予咱伫耶稣基督的名，咱捌着这个上帝真好。予咱会当弃绝真侪偶像的崇拜甲风俗真好。但是有一寡物件，规个拢甲咱扫倒落去的时，啊，即个咱本身也有一寡检讨。基督徒一个人对拜拜后来变成基督徒，请问遐个祖先会安怎去处理？遐个祖先要安怎处理？基督徒会当敬爱祖先啊无？会使。但是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敬爱遐个祖先？咱会当把祖先拜无？会啊无？会当甲伊行礼无？会当行礼。啊，会当甲伊跪无？因为我若一个，我若直直问落去的时，侪侪人的答案就全直直无共款，直直无共款。印象真深，当迄个号部队搁一礼拜就要退伍，部队的官长甲操甲死去，迄个叫做啥？黄仲秋。伊死去隔伫大厅。我就招一群牧师去甲伊看，甲因爸爸坐了，迄个椅仔位遐就是总统啦、当时所有人去坐的遐个位，迄个空间拢同款。甲因爸爸、甲因厝内人坐了了后，我就讲黄爸爸，敢会当阮来甲仲秋看一下？黄爸爸、黄仲秋的爸爸讲敢通。敢有方便？阮就讲，阮是基督徒，是牧师，所以阮无禁忌。所以伊就爬起来，然后对迄个冰柜遐，把迄个冰库迄个面粉提起来。然后阮伫遐看的是，迄个画像，我永远袂忘记。咱即个遮有人是穿的衫。迄领衫，咱这个兄弟穿的迄款的，这领乌到红的这个衫，黄仲秋规身躯全拢变迄个色，因为伊的肺转规个拢白去，所以伊的肺拢浮伫这个，所以规身躯拢变红的。我来请这个牧师看了了，共同甲黄仲秋行一个礼。我打算跟我讲，逐个人甲黄仲秋行一个礼是安尼啊话。台中中会牧师讲袂使用人行礼，行礼敢若对上帝尔。嘛，所以做无共款的行不不一样。OK， 基督徒会当甲先人行礼啊话。所有的物件拢在伊，你安怎解释？所以一本圣经会当有几啊十种解释，就是因为真侪无同款的解释，才造成遐尼侪几啊百种的基督宗派。敢若一个解释，因都袂得上。所以
所以有真侪物件，你若问十个牧师，有可能有三四个无同款的答案。你唔通着惊，嘛唔通感觉奇怪。但是不管你按怎样，你采取什么款的方式，会记你一项，你的心内有上帝啊无？这个是上要紧。你的心内有上帝啊无？你的心内若有上帝，过来时，你要按怎样用无同款的方式？还是无同款的角度来看这项事。我的老母过身，我高中的时，我的老母过身，我真艰苦心。因为我对遐开始，我就变做无母的囝，无人通养饲，无人通疼惜，所以我真艰苦心。要埋葬的时，我挡袂住，我就双脚跪落，哭到毋知啦。咁一定干呐单卡，我想所有物件后壁才会解释，拢是人的解释 ，OK？ 基督徒了不得已，我伫海外常常有人伫牧师我等于台湾做啥？啊，阮厝内人过身，然后也问题真侪问题过来，伊信主是伫国外信主，然后要转去台湾参加台湾即个宗教风俗，即个。啊，可能规个家族干呐，伊一个信主啊，信主是伫海外。啊，要转去的时候，真侪教会牧师甲伊交代，转去，伫咧送别的时，会当听你拜拜啊话，会当听你嘛话，袂当，袂当听你，袂当跪，袂当，甚至会佫讲安尼同款袂使行礼。啊，遮个就有一挂人伫其他教会受遮个交代了，心真艰苦，转去毋知要安怎创。来找我的时，我拢甲伊讲：你毋免烦恼。转去你来，当讲我是基督徒，我已经洗礼，所以转去有真侪人伫咧修行。有一挂人拄着棺材毋敢挖，有一挂人伫遐有真侪心内恐恐慌。做基督徒，你拢毋免惊。你拢甲伊讲，我代替你周年，我代替你做这行，我代替你做彼行。你若大个人咧钱若咧分袂明，外地我加出一寡，然后甲伊表明我是基督徒，所以伫遐咧跪咧拜咧拜咧跪咧拜咧举香的时，你著甲伊讲我是基督徒。真侪80%的家庭拢安尼就会当理解。但是有少数的家庭坚持不能做，就是你若讲你已经信主的洗礼啊，会基督徒，因若要逼你行香，有无？有这款的家庭无？有，真少数，但是还阁有。啊，对遐要安怎？我拢甲你讲，若是你的家族，转去来你的家族是遐尼坚持的家族，啥你唔免怀疑。该行香你行香，你有努力过啦。你行香香行起了后。你伫咧点头，你心内创啥物啊？祈祷上帝，祈祷上帝，多谢上帝赐你这个先人、这个家族、这个人，伫家庭内面的牺牲、付出、奉献，多谢伊的存在。愿上帝你保守伊的灵魂，嘛愿上帝你保守阮的家族。你安尼祈祷了，点一个头，香甲插落。这个祈祷是对啥物祈祷？对上帝的祈祷。唔通袂记得，耶稣，咱人无家乡，信耶稣的人无家乡，是对耶稣了后，古约时代，耶稣也未出来，耶稣的约翰的老爸，伫圣殿内面是咧创啥？伊是咧。所以这事嘛是伫遐伫咧烧香。咱今仔日咱无拜拜无耶稣，是因为耶稣做羊羔替咱死了，所以咱无去做遐个代志。所以会记得一项，咱对基督徒即句都今仔日拄啊清明的礼拜，我想咱真注意一项，咱对祖先爱敬，爱。敬爱咱的先人，然后会记得爱荣耀就是主上帝。
圣经去对基督徒两个真要紧的命令，第一讲你着爱安怎？孝敬父母。注意一项圣经的话是孝敬，汉字的话叫做孝顺，不顺则不孝。但是我要讲基督徒，你孝敬，孝敬的意思是啥？你的士大人可能不是真在情，但是你要敬爱伊。你的士大人的意见不一定你会当接受，你无接受，你嘛唔免接受，伊的话嘛不一定对。你无接受，总是你要敬爱伊。不管你的士大人是甚物款的人，你因为伊是生你、饲你、培养你，在你的心中做太侪、做太侪牺牲付出。所以你要敬爱伊，伊可能唔捌字，伊的一寡意见可能是真无成熟，但是你要敬爱伊。唔知这点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清楚无？你唔通是，你唔通讲，啊，伊就是我的生，我的父母啦。所以安全放我就安全听啦，我若无听，就唔是伊的囝，敢会使呢？袂使，因为汉字咧讲的。就是讲孝顺，咱圣经是咧讲的是孝敬，这个真大不同款。所以父母要孝敬。第二，圣经内面叫你着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疼主你的上帝。所以敬爱父母，甲敬畏上帝，这是整个信仰内面两个真要紧的两条。因为上帝是创造的源头，伊用听用伊的观念创造这个宇宙，创造这个万物，创造人类。人类是伊创造咱四大人这生命，祖先这生命对来，所以咱经过咱的讲敬爱的源头，就叫你讲饮水思源。汉人发现出一个饮水思源，然后。你知影饮水思源到倒位，拢干呐到士大人，到祖先，所以为着安尼，就发展出一个祖先的崇拜。但是，咱上关系的祖先是啥？咱上关系的祖先是啥？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上帝是咱生命的祖先，因为伊是创造生命的。因为这个是咱的信仰内面一个真要这两条真要紧的基础。今仔日你做人的行事，你爱孝敬你的先人，你爱孝敬你的父母，因为有一日你嘛会做人的父母。你爱你的子孙，可能因受的教育、因成长的文化背景，已经跟咱无同时代，迄、那个信息共鸣无同款，所以因嘛无一定爱听咱的话，无一定爱大行听咱的，我讲大行听咱的。因下当有一寡物件，当然无同，但是至少因来敬，伊来尊敬咱，尊敬咱是伊的士大，安尼这点有清楚了吼，对啊。真侪时阵，咱基督徒互人讲，咱是一个不孝的宗教，讲信耶稣死无人靠。讲信耶稣是无人好，啊，因为咱因讲咱不好，讲信耶稣的人不好，因用规种伫咧看，诶，恁信耶稣，若死，别人哭甲，家己哭无够，还要请五处口风来斗，啊，都还要哭甲，搁惊人厝边隔壁无听着，都还要搁甲斗放上头。啊，一粒无够，当好几啊粒。啊，都事实都已经，咱要甲人咧讲话，讲甲笑吧。即马阿伯阿叔无过来，啊，都搁跪了，都搁哭甲妈妈着，拢甲人咧哭，互人看。根本着真侪时阵哭无目屎，演戏。伊都无，咱的厝内人过身，咱的流目屎袂？咱流目屎，咱艰苦。但是咱唔免靠甲故意爱人听见，唔免靠甲
结果若敢若真哀愁、真可怜、真毋免，咱个哭适当流目屎就好。咱真艰苦心，就讲因个过境，咱讲咱不老实，咱无大声吼，啊，咱无跪，啊，咱无拜，咱无夹香。因用遮个外表伫咧看讲咱好还是不好。基督徒，咱按怎样讲？伫亲人过身的时，咱毋免亲像遐外口的人靠得那呾真有愿望的。是按怎样？咱伫咱的厝内的人过身的时，咱毋免靠得迄落型。几个真要紧的原因，第一，因是注重施了的祭拜，因注重施了了后的祭拜行为，基督徒咱注重啥？花地时的友好，因注重施后的祭拜，咱注重花地时的友好陪伴。安尼有清楚无？安尼是你要死了后去食迄碗食袂着的饭，啉迄碗啉袂着的酒，食遐食袂着的水果，还是你摕灵骨即马？你将来子孙啊，你毋免听候迄个时，我买的恁爸母啊买的即句诗，即马摕来到面前互我食。啊，若无你嘛答应金摕来互我当开，看灵骨我即马用会着。同款，即句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伫未来你会感觉讲，你厝内的人，你的先辈若离开，你会当心坦然，你要得到迄个坦然，无愧的良心，请你即句就爱倒转去，加甲许多人拍一挂电话，主动甲伊联络，爸母啊你好无，阿公阿嬷你好无？然后注意看伊有通用啊无？若无你的钱，毋通欠到将来才感觉咧过日头。你临过即马，你着答应准备咱个爸母啊，这是红包，将你摕去我用。这是基督徒。咱伫咧注重的是现在，现在比你目睭前的爸母较忍耐咧，较吞忍咧，较退让一下，莫一句来一句去，因为。他是生你、养你、爱你的父母亲。这世间无人比你生你的父母更加疼你，但是主张、看法、做法无同款。要安怎？唔免烧钱，唔免烧妈，唔免冤家，因为伊疼你是真。你要安怎用敬爱的心回应？因对你的疼是真，但是做法我你无一定会改。要安怎？敬爱伊。用另外一个较温顺的方式处理，所以基督徒咱真要紧的第一，咱花的是咱要尽现在友好；第二，咱面对破病、老破病、死是生命的什么呀？自然的存在。会记得咯，来讲咱是上帝所创造，那安尼，生命是上帝所创造。死亡结束是不是创造的一部分？是不是？是啦。死嘛是创造的一部分。所以，那是出自上帝的创造，是好啊歹？好啦。迄个是一种恩典啦。你器官会衰烂，目睭会模糊看无，走路骨头会酸，爬袂起，惊。爬行过爬袂起，落行过会滑倒，啊器官伫伫海，然后你阁袂死，安尼啊话，这是好阿歹啦，那是旧状。你若去到病院，有一挂人死死袂起的，迄不一定是好命。所以一个人的性命到一个程度，一个人的性命到一个程度，伊会当安然结束。迄拢是，迄嘛是稳定的。伊会当安全逃跑上天，然后活一个少年人，你嘛对遐开始变做一个自由，你放心啦，因为你有尽力陪伴啦，陪伴了，恁大家人
属龙工商照法度，家己恁搁去，安尼即个性命是一个。所以基督徒，咱伫咧看讲，即个是水个代志啦。但人有尽力，该关心的尽力袂关顾了。什么人都要到遐完成人生的任务，感谢主。然后，咱无过头流目屎，无过头绝望，是因为咱知，咱死了后，灵魂状态变化，生命状态变化，变看会到的肉体的生命，变作看袂到的灵魂。咱这个灵魂走到位去啊，走去天顶。咱讲咱是上帝的囝，上帝的囝有一个权利是要创啥？囝有权利继承爸老爸的啥物啊？财产啊，哎，你财产，上帝的国就是上帝的财产啊。所以咱要转去上帝国，嘿，要咱永远的租家，房间给咱传好啊。所以咱的灵魂有一个归宿，踮伫遐，比踮地上踮遮伫个艰苦病痛都袂好。安尼倒一边较快活，迄边较快活，还是这边较快活？迄边较快活。所以基督徒对生命的看法，已经是对遮看到未来去。所以咱有这款的信仰，就咱袂过头悲伤嘛，袂过头流目屎，流到讲都七月二，唔免。适当哭就好，嘿，哭伤紧会做忧郁症，所以哭怕来接一个，等下子你就拍电话，好啊，我起来，我向前行，因为我的离开我的人已经甲上帝同在了。基督徒，你这个家基督徒，咱伫咧讲，咱有咱基督徒，咱对世间、对生命、对社会有真侪咱的看法，咱的看法甲别人无同款。所以伫遮，咱咧知影讲，你咧知影讲，做一个基督徒实是有太侪的好处，太侪的恩典。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有太多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就遮讲，咱伫咱目睭中，真正好个是及时行孝，目睭净，及时行孝。在新一个道，看呀，需要拜一道。第二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要做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就是爱传述你的先人的好，爱传述你有责任传述你的先人的好，讲起厝内人的好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每一个人是一个故事，每一个人的一个人生，拢遭遇着真侪苦楚的代志。在苦楚不如无顺境的中间，因也搁会当画出一因的特质，画出因的优点，画出因落厝边隔壁亲人朋友感觉因真水的一方面。我甲你讲，不容易。你甲我咱嘛有真多哀愁，但是你无一定特质，你无一定画不出来。在你的先人的中间，绝对有一挂优点。当然，有优点有缺点啊无？咱即摆是捡，爱过滤，爱过滤，爱过滤，就是讲到你即个遮，你伫咧怀念一个人，到底你心内拢是会好还是会歹，在伫你安怎过滤的物件。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要毋忘一个人到伫你遮，搁讲出去了后，你的话是会造就人，对人搁有帮助，搁有启发性。所以基督徒，咱还有责任传述咱的先人各种的好。我想这个第三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伫咧讲孝顺、孝敬、孝敬、孝敬祖先。咱要爱更加水的行为，互咱的祖先、互咱的下一代，拢感觉伫咱这代因的这句真格、气节的伫气节顶面，主要的演员已经是你甲我。咱这代已经是最用心啦，所以你甲我，咱要安怎好好来演这片，演到到尾啊，互上帝看你是好路，好个路步。演到尾啊，互子孙感觉讲，哎呀，你实在是对你的心情阁学着袂少。所以祖先有祖先的好歹已经定局，咱嘛会当尽量采取一个角度，是讲起因的好，因有部分的歹，咱要甲修正。
来到咱家，咱要怎发扬，然后会当互咱的、互咱的存在变作咱这条，用我是王，我的存在变作阮王家这条，还是我的老爸这条这户，因为我的存在，互阮老爸这户，因为我为迄个名声，搁较强在哈，哦啊，阮老爸的名叫做财经啊。在前个囝，哦，袂歹哦。嘿，啊，在前佫有一个即款个囝，啊，伊个片名叫做阿片个。哎，哎，啊，这阿片个都唔捌字啊，哪会佫有一个囝是安尼？我意思是，要安怎通过你个存在，互你个家庭，互你个四大人一条，人感觉哎呦。然后佫徛伫信仰来讲，基督个信仰。基督教会，基督伫基督内面的上帝国，因为你搁较变作搁较好。我想基督徒，咱伫遮直直直咧注意一项，就是我伫整个受造物的中间的角色。因为咱甲外口的信仰有啥物无共款？即几天尽量若无需要，莫伫外口做激烈运动，你敢知影为啥物？那 PM2.5 就严就极度的那个危险性真高，空气真歹，所以你若运动，你呼吸量那大，你入去的污染那厉害。然后搁住伫遮，因伫咧庆祝妈祖生，搁泡啊直直放，对空气搁较好啊较歹，泡啊直直放。哦，你厝内有老人困袂去，哦，囡仔敢要惊着？妈祖也会带来平安，先带来啥？所有城市的污染、苦痛苦、惊吓、生气。伫这段时间，警察局接到报案的上侪，就是伫妈祖生这段时间，社会发生上侪冲突的意外车祸的，绝对拢伫妈祖生这段时间。由于咱的信仰跟你信仰差别，咱的追求的是一个整体的水，咱的信仰的存在带来这个社会的安定、平安、喜乐、和平、和谐、文化的气质。因为真多人讲，哇，信什么宗教拢同款，无影同款呐，对生命的影响无同款呐。因为咱咧请咱咧台湾人三共同的。真正伫咱台湾这三项，即我住伫五车的火力发电厂，主要还阁是煤炭。煤炭对即个 PM2.5 是好啊歹？歹。因伫遐一个烧，咱台湾人感觉一个咱的身体歹，台湾伊咧赚钱，咱的身体咧歹，因为咱要安怎样？造成这个集体的健康危险，这个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。由于这个只，今日咱读的圣经就真要紧。咱到底读，这个王字的，读到王字的一个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预备来。我感谢上帝，就是那位我跟祖宗一样，用清白的良心。敬拜上帝，到这，我感谢上帝。这个上帝倒一位啊？我感谢神明，这个神明倒一位啊？哎，这世间这个社会真侪神，哎，这位，我感谢上帝，就是因为我甲祖先一同观念清气的良心所敬拜的上帝。注意，这个人叫一个人，伊所有信仰。伊的信仰的上帝，甲祖先所留落来的上帝同一个，无同一个，有啊无？同一个。这个上帝就是造创造天地的上帝，啊，祖先已经无滴个啦。但是这个人，伊还要继承祖先同一个上帝的信仰。我要讲的是，列位亲爱的姊妹，唔知你的先人所留落水的信仰，你有留底啊无？唔知你咧继承先人的财产的时，
你迄个先人上要紧、上要紧，可能比财产看做比财产更要紧的信仰，你还佫有继承啊无？是啊，我感谢上帝。这个上帝就是向我甲祖先同款用清气的良心所救咱的上帝。啊，下骹的黄的部分到最后来一遍来。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，就是你外祖母罗伊，还有你母亲，你有你基因所有的那种信心，他们的信心，我相信你也有了。我记得你纯真的信心，就是你的外妈罗伊，甲你的老母有你基所有迄种的信心，你的外妈的信心，你的老母继承。你的老母的，你的外妈老母的信心，你嘛已经继承。哎呀，今仔咱伫咧讲，心灵伫咧敬祖，我咧讲的就是这个。你敬爱祖先嘛，也继承因真水真水的一部分。唔通水的物件，你干那财产摕去，然后水的物件你搁，水的德行，伊的慷慨，伊的温柔。又可能有真侪地形，但你即摆经过遐侪冬，搞不好你无比伊较好。伊对人，伊个乐观，伊个啥物，我亲爱听你讲。啊，这个上帝，甲这个先人的个迄个品格，这个只点么台，何书一章七节，咱试看卖来。用台语来试看卖，来，因为上帝所赐予咱的心，无咱惊吓，反正伊的灵会予咱充满力量、信心甲自信。上帝予人的心，毋是惊吓，就是你的伫你的性格中间，若是畏畏缩缩。真无自信，我甲你讲，是你的信心无够。做一个基督徒，你若信心有够，你若热情有够，我甲你讲，你做啥物代志真有自信，因为你的心里有一把尺，这一把尺对上帝遐，然后看到你家己，看到身边，然后你家己都画出一挂，你都家己都真清楚，你会故作言他。你会接到这项的想法，袂真清楚。做一个上帝的家己，真侪物件靠在你遐，真简单，真清楚。然后即款的真简单、真清楚，佫真有目标、真有热情。然后即款的伊会伫内面讲，伊产生一种的快乐，吼，会产生一种的绝对无有畏缩的痛心。然后，佮家己为着要做成迄个真水、真水，佮不断的规矩、水的规矩，伊会家己训练一套自的能力 ，self-discipline。教会当变做偌好，也是清清采采，在伫迄个自我节制、自我训练 ，self-discipline， 看做偌功夫做偌济。一个人，大家人的智慧程度其实差差有偌济。到尾有法偷偷冲出去，还是怎停伫啊？是倒地，在伫 self discipline， 迄个自我自制，还是自我训练的？若无上帝拢答应要甲你同在，他会发展出来拢无同款。迄个 self discipline 就在伫遐。所以，各位亲爱的主来读者，这个上帝，伊对咱的先祖答应要甲咱同在。伊要相处你的是困难，伊要相处你的是无畏的爱心，伊要相处你的是不断为着要做成更加好的见证，自我的节制，自我的训练。另外，伊对是大人，伊的妈妈甲伊的外妈，伊伫这个家里继承的是敬爱上帝的心继承了，迄、那个美好的德行伊继承了。然后，伊搁努力，即个天赋大好，今仔日会当留伫圣经内面，真侪侪侪人会勉励，真个天赋太，伊若继承，伊搁甲发扬出来。
伊阁真侪保罗真好个同工，保罗传过个道理，建立个教会，即个天母台伊遐传古传伫个道报修理个所在，互信仰无摇撞。伊这是上帝所喜爱个路，啊！伫即个清明个时，我毋茫咱会当斗阵来做几项代志。第一，咱到底用华语来答什么？哎，第一，你别人要更关心你的父母；第二，葬礼中比别人付出更多，心胸更大；第三，死后比别人更常醒悟，并整理家族的历史；第四，更重视家族的一体性；第五，更用心栽培下一代，成为敬神爱人的人。这个就是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有几项代志真要紧，是对人最难的部分。第一，爱比别人搁较关心你现在的父母。你若还有四大人的，你唔通忽略伊的需要甲存在。第二，伫葬礼中间，咱欢喜，因为咱无归，咱无拜，咱要搁最好的见证。所以，咱伫做礼中间，咱欢喜比别人付出，有欢喜付出较侪，心情嘛欢喜个，放较开咧，莫甲人为着淡薄仔财产的问题，感觉咧钱甲无见证，连可咱放较离咧，然后互咱感觉做一个基督徒实在是真好，真好参详，无一个怪癖。第三，咱先然后先人过身了后，咱比别人搁较认真去扫墓。列位伫望阿宝，你到望阿宝看看咧。望阿宝规个拢是草，甲望阿宝整理甲清气溜溜。你想到是啥？伊个后代安怎？有人咧看，无人咧看，对不对？有咧重视啊，无咧重视，对无？所以既然若是安尼，是我望基督徒，你爱比别人一年加去死几摆。迄个是你对先祖的这种的心意甲态度，唔通拜望的人、拜拜的人，哦，伫这个时拢穿甲，然后叫一号插十字架，然后草拢生甲规个，啊，拢无人行得到，啊，你有见证啊，无见证，是这种，你十字架无拆出来，阁拄好。拆起来，啊，佫臭到安尼，哈哈，关键性。所以基督徒，咱要比别人更加用心去望真理咧，唔免大，但是会亲友。基督徒爱注重家族的一体性，若会当因为我淡薄仔牺牲，我淡薄仔体谅，互家族更加好来，我欢喜，因为咱要保证家族的一体性。咱嘛要认真栽培咱的下一代。因为下一代若会当真正伫某一个领域内面，会当加做一挂代志，会当靠路用，就是咧传这个信、这个家、这个族、这个信仰者，因伫上帝面前的见证，面对上帝，来，这个叫归向面对上帝，咱来从来第一来第一来，上帝是一切良善的最后根源。第二，我们和先祖的生命。气息都源自上帝的创造。第三，敬爱祖先，也当敬爱上帝，并遵循他的旨意。我想讲，咱今仔日，到底咱要把子孙带到伫上帝面前无？值得你思考。清明节不是干那伫咧想过往的人，清明节嘛伫咧想讲，咱甲咱的子孙。咱今仔日伫咧扫别人的墓，有时咱的子孙嘛咧扫咱的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款的历史是连续性，所以注意这项。啊，咱咧看到中华基督教平，中华基督教平，你只咱就会想到啥？想到啥？赖人生，赖人生两代死的人，咱看到这么大一个企业体，咱就会看到。兰斯伯，伊伫苏格兰，竟然伊个名走来到遮，啊，咱遮个少年个煞比伫苏格兰个少年，搁较济人。我讲个一个
一个规矩，一个人的性命来当做了好，是最最人得到因，最最人得到效了因。所以因的家族的名得到因光，上帝的名得到传扬，福音因为安尼得到广阔。所以基督徒爱好啊，欢乐。清明节不是干那伫咧怀念过往的人，清明节是咧提醒人，现在咱现在的活人，人心来记得。我要感谢上帝，真正阮有遮个先祖，阮因个好所行伫纪念，阮今仔日阮个少年诚侪行动，阮无搁眼前，阮无搁平淡，阮无搁忽略。毋茫我会当及时行孝，然后敬神疼人，靠主耶稣基督个名。咱即个时，咱要来请。